秀出魔力，百变发型就在魔发秀。这一季呢，最流行的就是简约优雅的发型。今天我们的魔法达人就要教大家一款温婉的低盘法，在这个暖暖的春天，赶快把头发盘起来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live 黄生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华丽的盘法呢，看上去非常的复杂，但其实很简单，它只需要重复一个步骤就可以了。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现在跟我学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头发分为左右两区，然后绑一个低马尾。高度呢，就大概在耳朵中间左右，差不多高就行了。接下来就是取一束头发，然后将它扭转，抓住最长的那一根之后，其余的往上推。一直重复这样子的步骤。如果说你的发量是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发束分的少一些，它就看起来稍微没有那么蓬。如果你是发量多的话，你可以把发束分的稍微细一点，小撮一点，卷出来的花苞就会比较蓬。一边盘好呢，之后就开始另外一边也一样，重复一样的步骤。上推，然后用夹子固定。当你觉得很乱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这是一款随意的发型，让它先这样子，最后两个发髻再做对比，然后再做细节的调整。太紧的地方可以继续的将它拉蓬，太松的地方可以用夹子把它夹紧。最后呢，加上像这种华丽感十足的小发饰，这款随意的低盘法就完成了。是不是非常适合派对的时候梳呢？如果你还有发型方面的困扰，请继续关注媲美网，那里有更多精彩资讯等你看。如果你也是打理发型方面的高手的话，可以通过媲美网或者是小P老师的微博和我们取得联系，也许下一个魔法达人就是你哦。不管你头发有多长，都可以轻松的操练起来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单股加编法，只夹左外侧的这一边。